土地法施行法，民国100年5月27日，第一编，总则，第一条，立法依据，本施行法依土地法第九条之规定制定之。第二条，施行日，土地法及本施行法自本施行法公布之日施行。第三条，施行前办理地政事项之核定，在土地法施行以前，各地方办理之地政事项，应经中央地政机关之核定，其不合者，应令更正之。第四条，各类土地之分目及其符号之订定。土地法第二条规定各类土地之分目及其符号，在县、市由该管县、市地政机关调查当地习用名称，报请中央地政机关核定之。在直辖市，由直辖市地政机关自行订定，并报中央地政机关备查。第五条，一定限度土地之划定。土地法第14条第一款至第四款所谓一定限度，由该管直辖市或县、市地政机关会同水利主管机关划定之。第六条，国营事业需用公有土地之拨用程序，凡国营事业需用公有土地时，应由该事业最高主管机关核定其范围，向该管直辖市或县、市政府无偿拨用，但应报经行政院核准。第七条，土地面积最高额，依土地法第28条限制土地面积最高额之标准，应分别宅地、农地、兴办事业等用地，宅地以十亩为限，农地以其纯收益足供一家十口之生活为限，兴办事业用地视其事业规模之大小定其限制。第八条，土地债券倾覆期限，依土地法第29条以土地债券照价收买私有土地，其土地债券之倾覆期限最长不得于5年。露天拍卖 Aaron 7986土地法施行法100年5月27日第二编第级第九条，施行前地级测量之效力，在土地法施行前，各地方已办之地级测量，如合于土地法第44条之规定者，得由直辖市或县、市政府将办理情形，报请中央地政机关核定，免予重办。第十条，登记期限之备查，依土地法第48条公布登记期限，应报请中央地政机关备查。第十一条，施行前土地登记之效力，土地法施行前，业经办竣土地登记之地区，在土地法施行后，于期限内换发土地权利书状，并编造土地登记总簿者，视为已依土地法办理土地总登记。第十二条，土地总登记之办理，已办理及测量，尚未办理土地登记，而业经承准注册发照之地方，应依法办理土地总登记，发给土地权利书状，但所收书状费及登记费，应扣除发照时已收之费用。第十三条，依土地法办理土地总登记之效力，依土地法办理土地总登记之地方，自开始登记之日起，法院所办不动产登记，应即停止办理，其已经法院未不动产登记之土地，应免费予以登记。第十四条，删除。第十五条，公告期限之核定，依土地法第55条及第57条所谓公告之期限，由该管直辖市或县、市地政机关报请中央地政机关核定之。第十六条，契税之缓报及免罚，在办理土地总登记期间，未税白契，准缓其报税，并免予处罚。第十七条，表册格式及尺幅之制定机关，土地登记书表簿册格式及尺幅，由中央地政机关定之。第十七条之一，登记总簿灭失时之补造，登记总簿灭失时，登记机关应依有关资料补造之，并应保持原有之次序，依前项规定补造登记总簿，应公告公开提供阅览30日，并通知登记名义人，即将补造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地政机关备查。第十八条，登记费及书状费征收之不停止，土地登记费及书状费不因标准地价发生异议停止征收，但标准地价依法决定后，应依照改正。第十九条，地形过隧之测绘登记，起伏地区田地丘行过隧时，的就同一权利人所有地区相连地目相同之丘并为一宗，并于宗地及图内测绘丘行，
但登记时仍按宗登记。第十九条之一，禁止合并之土地，两宗以上之土地如已设定不同种类之他项权利，或经法院查封、假扣押、假处分或破产之登记者，不得合并。露天拍卖 Aaron 7986土地。